这是你要看的那三个贝鲁特宫的资料。哟，怎么还劳您大驾亲自送一趟？都是为了工作，应该的。以后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跟我说，我让处理全力配合。多谢罗处长。咱们一处副处长的位置是给谁空着，你不明白，我可清楚啊。只可惜，你还不结婚，这可不好。啊？这和结不结婚？ 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。没有家室的人总会让人觉得不够牢靠。派你出去执行任务，没有家属怎么控制？要想仕途有发展，就得有个稳定的家。沈老弟，我知道自由很好，但是为了远大的前途，该有家的时候，就得有个家，对吧？ 罗处长说的很轻松，可是这婚那是说结就能结的。有那么难吗？没遇到合适的，就在咱们军统局里物色一个。我看档案室的小陆，你们俩就不错。你说那个夏雨露，人家可是国防部办公厅主任陈怀凯的外甥女儿啊，你不考虑考虑？我看那丫头可对你有点意思。哎，算了。 罗处长，别说笑了，人家的背景那么好，我哪高攀得起呀？多谢罗处长指点，我这个人还是自由惯了。